创业那些鸟是收视长虹，勇夺第一，谢谢。破一，现在破一很难吗？嗯，太破功了。真的、哦？那现在最高的，不要跟那个长寿的那种比，最高的是多少？破1.1。破一要再生一个，三个都在生一个。三个都在。那时候我们在找演员的时候定下来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怎么那么巧？三个女主角都是妈妈。”别弄，再生一个，表情好像有点卡住了，惊慌，卡住。有这个想法，矛盾，有一点矛盾，会觉得她一个人蛮孤单的。她没有喊过，说要每天喊，对，她没。我真的好想要一个 baby 哦！我说你不是有好多吗？我要真的。我哦，你以后长大就会有了。长大就会有。对，不要着急，你以后长大就会有了。我说我现在想要，我说你现在还不够大。那你明年生日的怎么过？没有哎，没有特别庆祝，就是跟家人吃饭而已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，就是像以前那样，每一次生日就要大开 party 啊，大过那样。我好像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就没有过那个很想要大肆狂欢呐、啊，然后弄一个那种约一堆人来的，因为也很累啊。老公会有准备惊喜。知道哎，明天他是有订餐厅之类的，那他就说叫我人去就好。要先帮那个他爸爸过生日，然后再来是我女儿过生日，然后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都没有力气了。尤其弄女儿的生日超累的，然后帮他找学校的那个小朋友啊，对他们也不是有酒喝就好了，还要帮他有酒，大人就很好搞定。他的那个麻烦是你要找很多小朋友的东西，但是不用去比什么排场啊，只要小朋友开心就好。那小朋友其实很容易满足，有一个气球哥哥跟那个魔术师在那边搞定，爸爸妈妈全部在旁边喝酒。